Comment tu vas à la gare? J'y vais à pied. Elle est dans le jardin? Oui, elle y est. Ils vont arriver en France? Oui, ils vont y arriver demain. Elle est allée à Paris comment? Elle y est allée en train. Apprendre le français est très important, pensez-y. Il y a trois pommes sur la table. Vas-y, je t'écoute. Ça y est, on y va? Bonjour, bonjour à tous, je suis Liliane. 大家好，我是 Liliane。今天这个视频呢，Liliane想要跟大家分享法语口语当中非常常用也非常实用的一个代词。那这个词呢是 Egerhege。那这个 Egerhege 呢，我们也称它为副代词，因为 Egerhege 既是代词也是副词，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副代词。Egerhege 在这个句子中的发音应该是发一的音，跟这个一区分，所以我就会把它发成 Egerhege。所以呢，为了这个不让大家混淆，我就把它说成 Egerhege 副代词 Egerhege。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副代词 Egerhege 在口语当中最常用的五种用法。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On y va。这个副代词 Egerhege 的最常用的第一种用法就是代替介词 à, dans, sur, sous, devant, chez 等等等这个介词引导的这个地点状语啊。那这个副代词 Egerhege 一般来说它要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你们就有明白我刚刚说的这个用法哈。 Comment est-ce que tu vas à la gare? 你是怎么去火车站的？Comment 是一个疑问词，表示怎么样。Comment est-ce que tu vas? Va 是阿类的动词变位啊，表示去。那去这个动词呢，后面通常来说要加这个介词啊啊，表示去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加这个介词啊。那 la gare 表示火车站哈 ，gare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啊 la gare 啊啊遇到 la 不能够缩合哦。Comment est-ce que tu vas à la gare? 你是怎么去火车站的？我是走路去火车站的。假设你还没有学过这个副代词的话，你完整的回答这个句子就是 Je vais à la gare à pied. Je vais à la gare à pied. 去火车站有一个这个介词啊，然后呢再加火车站 la gare。其实在这个问句当中已经提到过了，那呢我们呢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就用这个副代词 Egerhege 来代替这个介词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地点状语名词就是 la gare。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 Egerhege 来代替 à la gare， 然后把这个 Egerhege 放在哪里，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这里面的相关动词呢是去，对吧？因为你是去火车站嘛，所以呢就把这个 Egerhege 放在这个动词 à 列的前面。那对应的主语啊 je 对应的这个 à 列呢是为，那放在前面。那 je 是主语，那主语 je 遇到元音开头 ，eke 它是一个元音哦。那遇到元音的话呢，要把这个 a 省掉哦，那就变成 je vais à pied。所以这句话 je vais à la gare à pied 用 eke 来代替之后，就变成 je vais à pied。Comment est-ce que tu vas à la gare？Je vais à pied。 那这个副代词 Egerhege 的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代替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一个介词，然后再加一个地点名词。为了避免重复啊，在下文当中提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用 Egerhege 来代替它。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在这个花园里面吗？ Elle est dans le jardin。 Elle est dans le jardin。在花园里面我们就用 dans 这个介词，那 le jardin 呢表示这个花园的意思。 Elle est dans le jardin， 比如说是的，她在花园里面。假设你还没有学过这个 Egerhege 这个副代词的用法的话，你完整的回答就是 Oui, elle est dans le jardin。 那这里面你看是不是在问句当中已经提到过 dans le jardin 介词再加上一个地点名词啊？为了避免重复，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 Egerhege 来代替dans le jardin， 把它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这里面的动词呢是 at， 它的动词变位是 a， 那放在前面就变成 elle， 因为这里面 l 和 Egerhege 这个 e 的发音可以连读 elle。 Elle est dans le jardin， 她在花园里面吗？ Oui， elle est， 是的，她在这个花园里面。 Elle est dans le jardin， Oui， elle est。 再举一个同样的例子啊，她在房间里面吗？ Il est dans la chambre。Oui, il y est, d'accord? 现在你已经学到了这个 Egerhege 可以代替介词，然后再加地点名词。你的回答里面就不要重复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个介词加地点名词，就变成 il est dans la chambre. Oui, il y est.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刚刚我举的例子呢都是现在时哈，那这个在现在时的这个句子当中，这个 ich habe 这个附带词要放在相关动词的前面。那在最近将来时当中，这个 ich habe 的位置要放在这个啊类动词的后面，还有相关动词的前面。这样讲大家好像不太理解，我来举一个例子， Ils vont d'arriver en France， 他们是不是将要到达法国啊？这里面呢Ils vont 这个 vont 是阿列的动词变位，后面呢加动词原形，表示将要发生的一个动作。 Arriver 呢表示到达的意思，也就是他们将要到达 en France。 en 是一个介词哈，然后加 France， 因为 France 是一个阴性的这个国民，然后呢我们在阴性的国民前面用的介词是 en。 我之前也出过一期视频，是讲解关于这个法语里面的这个不同国民前面的介词的用法，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期视频的话呢，可以点击这里去看这一期视频哦。那这个 en France 是一个介词再加一个地点名词，当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ich habe 来代替，他们明天就到达。假设你还没有学过这个 ich habe 这个附带词的用法，你就可以回答 Ils vont arriver en France demain。 在这句回答的这个句子当中，你看又重复了 en France 对吧？我们既然现在已经学了这个 ich habe 的用法，我们就用 ich habe 来代替它。这时候呢要放在哪里？我们要把这个 ich habe 这个附带词放在这个啊类的后面，相关动词的前面。那这里面相关动词就是这个到达哈，到达 arriver 放在它的前面。所以呢这句话用 ich habe 来代替之后就变成 Ils vont arriver demain。 ich habe 呢可以和这个 von 里面的 day 连音，就变成 Ils vont arriver demain。 Ils vont arriver demain。 Ils vont arriver en France。 Oui, ils vont arriver demain。 接下来我们学习关于这个复合过去时的这个附带词 ich habe 它的位置。在复合过去时这个句子当中，这个附带词 ich habe 的位置要放在助动词的前面，因为我们说这个法语里面复合过去时哈，它有这个助动词，有 at 或者是avoir 作为助动词，那要放在这个助动词的前面哦。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elle est allée à Paris comment？他是怎么去巴黎的呀？这里面呢，因为他已经去了巴黎，已经是一个过去发生的动作，所以呢这里要用复合过去时。那这里面这个啊类呢是有位置移动改变，我们用 at 作为助动词啊。 Elle est allée à Paris comment？ 他是怎么去巴黎的呢？假设说他是坐火车去巴黎的，如果你还没有学过这个 ich habe 的用法的话，就变成 Elle est allée à Paris en train。 Elle est allée à Paris en train。 那在这个回答的当中呢，阿巴黑是不是重复了问句当中已经提到过的呀？所以这个啊这个介词加这个巴黑这个地点名词，我们就可以用 ich habe 来代替。那这时候这个 ich habe 呢要放在助动词的前面，那这里面的助动词是 at 嘛，那 at 对应的 elle 的这个动词变位是 a， 那就变成 elle est allée en train， 附带词 ich habe 和 elle 有个连读， elle est allée en train。 elle est allée à Paris commentElle est allée en train。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关于这个附带词 ich habe 在这个命令式当中的用法，特别是肯定句当中的用法哈。这个 ich habe 呢在这个命令式肯定句当中的用法呢，要放在这个动词的后面，而且要用一杠连接起来。为了方便发音，啊类这个动词还有就是以 er 结尾的这个动词哈，在第二组人称动词变位的时候要保留 s， 就是为了使这个发音协调，为了方便发音，我们要把这个 s 又加回来。我们说法语里面的命令式哈，以 er 和结尾和这个 a 类这个动词，在第二人称句的这个动词变位的时候呢，要把这个 s 去掉。但是这里面呢，在跟这个附带词 ich habe 的用法的时候呢，要把这个 s 又加回来了。我要去这个超市，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那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说 vas-y en busVas-y en bus， 就是坐公交车去吧。那给我的建议就是坐公交车去吧。命令式就是在你给委婉的建议呀、或者请求的时候运用。那这里面它表达 Vas-y en bus 就是给我的建议，那你坐公交车去吧。那这里面 Vas-y， 你看这里面 va 其实是啊类的这个动词变位啊，因为它是命令式，所以省掉了这个主语 du，那就变成 va。 那你看它这个 s 又保留了哦，虽然说命令是正常来说这个要把这个 s 去掉的，那现在呢为了就是和这个 ich habe 连用哈，使这个发音协调，要保留 s， 就变成 vas-y en bus 啊，那你坐这个公交车去吧。 Ah, je vais au supermarché。 Vas-y en bus。 接下来我们学习关于这个附带词在口语当中最常用的第二种用法，就是来表示
那儿、这，或者呢是在开始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要说话的时候呢，和这个啊类连用，表示就是开始做吧，我们走吧，我们干吧，你说吧的意思哈。那通常就是和这个啊类连用，就是一啊类，比如说 allons-y 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的，它是一个命令式嘛。那这个省掉了主语 怒对应的阿列的动词变位就是阿龙，那这个阿龙里面的 s 和这个 igheg 有一杠连接起来，阿龙里面的 s 可以和 igheg 连读哈，就变成阿龙 z。 比如说我们要去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阿龙 z， 那我们走吧，我们去那吧，我们去那吧，阿龙 z， 我们去这吧，我们去那吧，我们走吧的意思，阿龙 z， 阿龙 z。这是第一种意思，表示去某个地方，我们口语当中最常用就是 allons y， 它还可以表示我们开始干某件事情，或者开始做某件事情，或者你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 allons y， 那我们开始做起来吧，我们开始干起来吧，我们做吧的意思。对应的主语是 do 的话呢，就变成 vas-y。我们说 vas-y 这里面也是命令式，这个 a 类里面的这个对应的第二人称，这个动词变位是 va， 要保留这个 s 哦，为了和后面的这个 igheg 连读啊。 vas-y 这个 vas-y 呢，第一种意思可以表示哎你去那吧，或者你去这吧，它还可以表示你在说话的时候或者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告诉你你开始做吧，你做吧，你说吧， vas-y。 比如说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然后我就可以跟你说 vas-y you're de good，Vas-y, you're de good 啊，你说吧啊，我听你讲的意思。或者是你开始做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你慢慢来吧。Allez-y, doucement, allez-y, doucement。接下来我们学习 igheg 这个附带词的第三种用法，它起到一个中性的作用，就是代替一个不定式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哈。Apprendre le français est très important. Pensez-y. Apprendre le français est très important.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学习法语是很重要的。 Apprendre le français est très important。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动词不定式，也就是动词原形 Apprendre， 我们用动词原形 Apprendre le français est très important、学习法语是很重要的。 Pensez-y， 这里面就是好好想一想，你思考一下哦，思考这件事情。这个 igheg 其实就是代替前面这个动词不定式的这个整个句子、也就是你要思考，你要想这个件事情哈。Pensez-y， 如果你用您来称呼对方的话，就变成 Pensez-y。 Apprendre le français est très important. Pensez-y、你们好好想想，或者您想想吧。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Sa maladie est très grave. Réfléchissez-y. Sa maladie 是他的病， est très grave 非常的严重哦，他的病很严重。 Réfléchissez-y 就是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考虑一下。Réfléchissez 动词原形是 réfléchir， 那这个 igheg 呢代替就是前面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一整句话。 Sa maladie est grave. Réfléchissez。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附带词 igheg 的第四种用法，它是构成一个固定的短语。这个固定的短语呢，是我们口语当中经常用的，是 il y a 表示存在，表示有的意思。比如说在这个桌子上有三个苹果， il y aTrois pommes sur la table， 啊，就是说在这个桌子上呢有三个苹果。Il y a trois pommes， 有三个苹果，在哪里啊？ Sur la table， sur 是一个介词，表示在什么什么表面上。La table 呢是阴性的名词，表示桌子。Il y a trois pommes sur la table。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两张椅子。Il y a deux chaises dans la chambre。Il y a deux chaises dans la chambre、这里面呢 deux chaises 是两张椅子哈， dans la chambre 在这个房间里面。 Il y a deux chaises dans la chambre。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附带词 igheg 在口语当中最常用的第五种用法，也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它表示可以了、好了、准备好了、完成了等等等的意思哈。那这个固定的短语呢是 ça y est， 它其实是 ça y est，那连起来快一点就变成 ça y est。 如果大家看电影的话，经常会在电影的这个台词里面听到这句话 ça y est ça y est。 我来举一个例子哈，我终于做完我的作业了， ça y est j'ai fini de faire mes devoirs， ça y est j'ai fini de faire mes devoirs。 这里面 ça y est 这里面表示哇终于可以了，我终于完成了，就是我做完我的作业了。 j'ai fini de faire mes devoirs， 那这里面 ça y est 其实呢算是一个
我们说语气词加强，就说哎，我完成作业的这件事情，哎，好了，终于好了，终于可以了，我完成我的作业了。也可以问你准备好了吗？ça y est？假设你现在在换衣服哈，我就说 ça y est？你已经换好了吗？的意思 ça y est？ ça y est？我们两个要出门，然后你还在化妆打扮什么的，我就问你 ça y est？ ça y est？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准备好了吗？ ça y est？ on y va？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走吧，我们去吧。ça y est？ on y va？所以这个 ça y est 呢，它可以表示好了、准备好了、完成了、可以了等等等的意思哈。好，那今天呢，力量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附带词一个 hack 在口语当中最常用的五种用法就到这里了。当然，这个附带词一个 hack 还有其他种的用法。接下来我布置一个作业哈，他怎么去罗马的？他坐飞机去罗马，女的她哈。这个作业呢，分别用两个时态把这两个句子写下来。第一个时态就是直陈是现在时，第二个时态呢是用复合过去时哈。注意哦，我要强调一下，注意性数配合啊，因为这个主语是 L 女的她，然后呢注意这个 ich habe 这个附带词在这个直陈是现在时和这个复合过去时它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注意这两点。你们把这个作业写在这个视频底下的留言区，我有空就会去帮你们改正的。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哦，你们的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想要跟力量学习法语的话呢，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请注明学习法语就可以加力量的微信了。但是呢，请不要随意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因为我的课程是收费的，所以呢，非诚勿扰。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下次再见啦，à la prochaine，salut。